是弟子来到佛前，要感念佛恩。我们明天将在此地所证悟的地方来举办第一次在普利迦耶的忆佛典礼，希望能够得到佛陀及诸天菩萨来共襄盛举，护持实际在普利迦耶第一场的忆佛典礼。在活动前，信义志工一起祈求顺利。至于明天的浴佛活动，将与花莲浴佛大典同步进行，预计会有11国的法师同沾法喜。再看到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静思堂，也正忙着为浴佛典礼来做准备。